看 A B C D 哎，大家是不是比较擅长看 A 跟 C？ 每个人就 A 跟 C 啊，很简单的。我还好，因为我是会把一门一门大招，所以我知道。没有没有没有，那就叫一门。没有，就是我雷跑。太慢的话，差两个空位就是半死。对啊，然后那边补下一个灯塔。现在没有被敌人打，是要跑过去。跳下去马上死了，这灾！我就求证在近战刚好打得到，就没有切完。他的蜜蜂在飘了。蜂自飘哎、欸！真的不懂蜜蜂啊！那王的蜜蜂有一招特别，它的效果就是让王的蜜蜂发亮嘛。他现在没有发亮哦。你讲真的还讲假的？你看，第一次北区。啊，不用牵线了，就怕了。OK， 来，你看下一个技能，他披风就是这招来发亮。哎呦喂！第一次北区，第二次南，一北二南。然后 L 一，往后站一点点 ，OK， 这位置很棒。接毒哦 ，Lock 跟宇宙。
我走这边，我走这边哦。绕过你，集中，南走，北边。好，走。可以啦。我这样看你们就超清楚。因为你是正对啦，所以很舒服。正对都很清楚。哇！干，你就是要站在那边跟我分就对了。啊！干！我刚刚开减伤了。我靠！舒服？痛吗？假这屁眼！哇塞！辛苦了，辛苦了！今天大家练很多。对对对，轨道我们练完的、啊。大家有等于走完啦，只是不稳定而已啊。来来，先给我个水啊，舒服。哎呀，被说中了。再给一个火。正好该练完最初。退完前后。哦，那个后跳就那是后跳吗？南边。南边。C 点。后羿发了一个正直。后腰，拜拜。正直的。梁柱，来，一下，大可帮忙，帮我。我拉了，我拉了。要往前腰去。哎、欸，我不是，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没事，啊、因为是不知道为什么了，挨到。我总是把 A 点看成难了。累了。明天再练。欸、如果明天是20分钟，到后半。不行。我跟你讲，明天如果前面打，我剩下的。好。90分钟了，120分钟，120分钟。我第一阶段我们在没打，换手你要换，换手得换后面。我要去打高难的，我们前面打完了，后面第二个。我要打天文啊，换装啊，打高能本啊，叮嘱一下，我看不到他。好，等我一下，马上30分钟内，好不好？那那个。那个谁要帮忙？还有谁？满吗？我想12点。OK， 那你等我这里大概12点就可以。你、欸、煮一下那个 Rock。拜拜。因为我这边一点看不到，我刚重新整理了。我要转到台，转到台。排八。小白，你队长。哦，可以吼，干。不要再看动画了，我们时间有限。哎，对啊，哎，你去测试一下能不能打完那个包。哎，不行，这里面会被压缩。收藏撞墙啦！你帮他剪那个剪 CD， 看能不能压进去。他说的双变身。也可以啊。
可是有要特别什么阶段吗？还是就照私人的原本那个？